滑到旁边，我刚刚有摔倒，然后就哇，然后就往下滑。好，走。今天的话会好吗？跟上号也是一万多。三倍。这是这边有在压雪的吗？好像有，但是这是被风吹起来。好了，他们好像要一会儿，你就走吧。我他妈是什么都看不清楚哎、欸！有啊，你怎么抽膝盖啊？那是硬的。还好吗？你整个膝盖就撞上去了、啊。但是下面是软的、啊。是哦。对啊，我只是着地了。哎，猪头靠谱。这么危险，还是迂回好了啦。你板子为什么会弯反成这样？为什么你板子现在是朝那个方向？哎，真的膝盖还好吗？对啊，完全没事啊。这是软的吗？是软的。所以旁边很危险哎，会是硬的。我先要等一下，我能手套。嘿。刚那一下整个歪掉了。哦，好、啊，我再不整它就要起雾。好、啊，什么路都看不见，这里才太可怕了。我已经好一点，不会冷了。刚刚觉得我快要冷了。现在没有风了、啊，好多了。刚才是我已经决定只要穿四件，然后把蓝色那件外套穿。没有啦，只怕下面没那么夸张了。我们就变成每天要看天气、天空难不难。这条线真的只是看速率。嗯。但是，而且这么雾，也真的不知道路在哪里。对啊，就是因为路不清楚，算了，还是走远一点的。我怎么样都找不到。奇怪。
没有啦，血管不用管。你后面没有弄下去啊？我就是以为你是我万一卡住。不是，他直接左脚脱掉，左脚脱掉，所以右脚就很好嘛。转左转吧，这样我都看不到路。那我问你哦，是缆车的右边还是左边啊？我连对我的看不清楚。乱掉下来，到底路在哪啊？不知道啊。路在哪？绝对不是缆车吧？这里是这边吗？我觉得是。这里没什么风势可以看，但是实际上看地图也没什么用。我动不了。你动不了？对啊，因为我要转向。我不知道是左边还是右边，绝对是这边。我已经跑了嘛，一回头一个人都没有，声音也没有。我是停下来看旁边的树，看一看我就摔倒了。我看到摔倒。这个就是那种你说你在侧降，然后被雪卡住那种摔倒，你懂吗？我看你的灯，好，站在这里。啊！我的杖卡到自己，又差点摔倒。